哥，什么时候炸串炒饭？炸串炒饭啊，就得机密啊。这是我私藏一家小店，今天我领你来尝尝。这个店不当上啊，麻雀最小，五脏俱全。炸串，炸串100多种。关键哥，你做的是什么啊？他家的炸串全是大撇子。哦，大撇子炸串，大撇子，放心吃行了。哦，种的不少哈。种的还不少，而且还挺新鲜的。哦，我看能有100多种吧的。好，100多种。喜欢吃什么挑行了。哥，你要吃炸串，有个口头语啊。荤素搭配，越吃越美呀。什么？越吃越美？啊，我说越吃越美，不是跟你说啊。啊，你吃不管用。胖哥啊，别光吃肉，多吃点这个。啊。啊，对你健康有好处，你的意思就我多看点错似的。哎，多吃点错啊！你看。这很适合你，哥，胖哥，你看你这串都很新鲜。这个菜是多少一块是吧？一块串是吧？啊，这串呢，其他串呢？小碗是2块，大碗是3块啊。哦。一块都是6块钱的啊。哦。1块1行。你看看啊，他家是小锅焖米饭。为什么是小锅吗？小锅焖的米香，能吃到家的感觉。太香了吧！我刚才尝了一口、啊，你看，你是，哥，我跟你说，你像什么店都给我绕过了，一星期来2、3回。啊哈，这个确实好吃，每个米粒儿都有炸出来的香味儿。哎呦我天，他这个汤是送的，免费的。啊，吃这个炒饭，这还是海鲜汤啊。海鲜汤，哎呦我，管用吗？管用。你这不像想象的那么油腻哈。嗯。你知道怎么做到的吗？我刚才看了这火串儿，它是控油中间。啊，打出来的串控油了是吧？哎，控出油了。哦。吃这个炒饭，一定要是荤素搭配，弄点素的，什么青椒什么的。哦。这种小素菜儿，吃起来更不油腻，知道吧？这种小店儿一般的消费都不高。为了那啥事。我这一盘还对付大鸡腿，你是弄吃的？咱脂肪吃透。我觉得入的近的话了，完全可以天天搁这吃，真好吃。太合适了，一点不油腻，香也不腻。对呀。10分钟后，光盘了，必须光盘。